沼泽应该是第一个。哎、欸，有女巫、欸，我靠！我最讨厌女巫了。我在他喷之前就把他射死了。你恐怖。来吧，好，你以前还没进来，你那边好大，他就不想跟我玩，没有关系，他都想留下我。他也都这样啊，对啊，我怕等下又要这肚子，等下就要睡觉了。来，我们今天要去那个，我们今天要去找配方，研究配方，研究配方，研究配方。然后等下我有点忘记我们日程表，来，秘书请说我们日程表是什么？哎，我们老板是这样的，今天呢，我们第一个行程是要去研究一下配方。然后接着我们要去汪汪发现了一个新的秘密基地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行程呢，就是我们要去下一个岛。好，去通通排掉，通通排掉，下午睡觉。超烦的事哦。而且我们把家里改得超复杂的。反正这是我们的队友汪汪有强迫症。我靠，这里跟我上次看的不一样哎、欸。我上次看只是进来左转就已经见底了，然后我今天进来左转。他是这样，这是哈利波特二分之一号密室啊！哎、欸，这样感觉真的很适合，就是在他的那个中间那边放一幅画。我们到时候来放一幅画、啊，要不要？你刚说这样看起来很色，我说看起来很适合二龙哎、欸，真的是真的是听不忍，凶凶凶凶什么？凶！还被打死了！我误杀伙伴了，我好害怕。哎、欸，我做了一幅画，我们来放。我要放在你想要放什么？What the？ 你在那里复活、啊？这什么？你看这个画，这是我们的画。哎、啊欸，好炫哦 ！VS 哦啊 ，VS，VS。哎、啊欸，我们再来看看会变出什么东西哦。欸、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可以变出什么。BS 到底会用？我靠！吃药在可以吃药。哇、哦，好，就决定这个，就这个，这个。你看它流下来，就是加这个水多么的缤纷、嗯，不是缤纷啦，看起来上面是三次元，下面看起来就是二次元。对啊，你不是有用光影吗？看起来就很美啊。还是二次元。我们先去研究一下，林夕，你说要研究什么？哦，天哪！我们先去哦。怎么了？跳。对啊，跳。十块波币，哈？真的假的？好贵啊！我去拿，好贵，好贵、欸！等一下，先不要拿。十块波币，到现在做岛还要存钱，然后还要换魔法。哎呀，这个游戏怎么这么现实、啊？这游戏好坑钱哦！汪汪，你不是说那个草莓王那个啊？草莓王有跟我们讲哦，讲什么？黑雨雷。哦，黑雨雷，啊、黑雨雷，他讲。他讲说，对，也算是我雷干，因为我们很早的时候就下载这张地图，然后是很久之后，然后才就是提出来说要玩这张地图。那时候载的这个地图是草莓龙很久之前的地图，所以听说那个时候难度爆难。我买了那个一阶级的工艺指南，我看一下啊，他这本书就是介绍铅矿跟钛矿的使用方法。点击红色字体进入查看室，查看合成方法。什么好酷的感觉哦！我点点看喽。哦，穿走了，还有很多那个就是铁簪哦，然后里面就有各种配方的摆法，哎、欸，这是要考验我记忆力耶，真的。那你可以截图啊，不会截图你。老肉说啦，以为截图很简单是不是？哦，它有很普通的白配方，嗯，可是这是做什么？我要去挖山。哎、欸，十个运魔土可以做出八个白色玻璃耶、欸！可是玻璃可以干嘛？怎么感觉不划算？不知道可以干嘛？我看一下、啊。林星，我们等你们回，等你回来。等一下、啊，我先看一看。林星，冷静，冷静，无限的轮回了。有空再研究那个好了，那个有点小复杂。我不知道、欸，可能在我的影片视角里面，一张图就搞定了。你要做的话，你就在那个弄出那个画面就好了、那个配方的画面就好了。这也太多怪物了吧！晚上的黑雷，黑雷，草莓龙在干嘛、啊？是
你在干嘛？我在笑你，他默默的看着你，一片在笑你。你那里有东西要先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先去汪汪那里了。哦，我要做个那个做个装备看看。猫口，你怎么一直把怪物打进来啊？因为我想出去。看来我有点迷路。啊，那你回来家里啦。我们在家都可以啊。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家。啊，那你就死回来吧。哦，我靠！哇塞！你现在在施工啊？对呀、啊，用炸的不是比较？我在等啊，等你们。用炸的不是比较好？奇怪，我哪里哪个步骤错误了吗？对对。哦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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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少两个纯净，是我纯净放的数量不对。哎、啊、耶！心心是惨了，心什么？它是钛金镐，我借你看。钛金镐，怎么感觉好像某个韩国艺人的名字？它是用那个钛矿做的，可是他说的它耐久度跟铁镐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就是能力就是比较好。那你可能要保，就是把握时机使用。你刚说保吗？对啊，把握时间。把握你可能到时候看到弹仓石之类的石头，你再用那个挖，因为那个有幸运嘛。哎，猫口猫口，好，猫口。哥哥宝宝真超白，哎、欸，我到时候想要买一个那个穿戴后什么提升最大生命力的那个项链，那很贵吗？很贵啊！只是我们现在钱瞬间喷光。对啊，我为了你们都已经开始拿起木剑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那么穷吧？你跟我说没有穷，你看你身上那一寸。为什么你之前有装、啊？为什么你没有铁镐？不是铁装。做就是我上一集做的，对，我想这边一个人拿着木头，然后那边一个人穿的铁，我还拿着铁剑哦。刚没看到人，可以环顾一下，这个是我跟 Moco 做的。哇塞，哇，你们一瓶夸张，他把一瓶三呢，哇，这就是哎，汪汪叫你要炸的啦，啊，不要用炸的比较有效率，挖的比较有实在感，真的。啊、Moco 怎么走？不要乱炸，等汪汪吧。我在这里，汪汪走了，汪汪在那边，他往那边走了。嗯、哦，跟着汪汪走就对了，没错。哎，哦，哦，没有，哦，不痛。啊，这地牢怎么了？它就有东西没去的地方。你说有霉菌的地方吗？没去的地方，对，就是有霉菌、啊。这地方有霉菌。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有那个青苔？哦，对对对，这、啊、底下有。嗯，但是先不要。哎，等一下，都这样吗？死了！你看下面，哎、欸，猫口，掉、下去了，谁把我挖掉的？猫口刚刚感觉很热，哟吼！想干嘛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哇！我操！还以为你不是有魔法书，我好想，好想！有啊，我有魔法书，下去啊，来，下去炸一下！来，没了啦，没了啦！这个是什么石头啊？哦、你不要，没有苦力，这就是。别怕，我有团队治愈书。对面，哇塞，厉害！啊、草莓龙也太阴险了吧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各位，先不要那个，先不要挡我视野。耶、yeah, ，这是我的，有钱了。陷阱可以用吗？我靠，你那边有什么？可以。坦桑石，哎、欸，还不错，还有钱。好，那这个箱子我回收了。有钱，那这样子我们就算是又收了一波钱了。古力帕的蛋那些给我好了，我这个古力帕还有女巫的蛋，还有龙岩石来你蛋。你要在古力帕？古力帕吗？你要从第二集的错误了。古力帕。你要念古力帕，你要吃苦瓜吗？然后说我放尖刺陷阱哦，尖刺陷阱是我的，我要收集尖刺陷阱给我，尖刺陷阱给你，给你，真的是黑羽，这不是我，还有毒刺陷阱哦，哎呀，你不是陷害队友好吗？对，警告，有东西啊，真的，好危险哦，我去挖吗？有必要这么困难吗？这样就不刺激了。我喜欢尖刺，还有你手上有尖刺陷阱，那是我的。哎、欸，给我，哎、欸，给我保管。哦，好痛！但是，超痛。还有一个秘密，我们上楼再说。什么秘密？哎，真的，上面还有是不是？还有，然后还有你为什么上错边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上错边了。嘿，我跳。我要讲就是，我们上次经过这边的时候。那边有一个金矿，我们没有挖，好，我们挖吧。垃圾啊！好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
Do you want to be my snowman？ 哎，可恶！哎，让我试一试吧。拿得好，真是陷阱是我的。好啊，逼我召唤 Enderman 啊，来！不要再变乱。好，哎，自己准备哦，我们五分钟后出发找得到。找。刚摸口是怎样？去倒啊！去倒。去倒。倒。怎么刚刚？怎么感觉你刚刚讲话智商突然降低？倒啊！你们要带烟火吗？带烟火干嘛？都要带烟火干嘛？就是确切的知道对方在哪里的时候可以用。我靠，你有信号弹哦！对啊，信号弹好像也不错啦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你们在放信号弹之前一定要说，不然没人看到。就是救命救命！然后一放出去，然后全部人根本都在底下都没看到。救命救命！那等一下我还要扑高一点。哎，我们这 NPC 怎么见了？不要在啊！哎，啊 ，Moco。你的眼睛，我的视角，我的视角，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换。我唯一看到，汪汪，你要不要轻浮的戒指？跳跃高度一阶段，有谁想试试看吗？还好，跳跃高度一阶段，所以林星想试，好，那给林星。这样五个魔法很珍贵，他把它弄坏你就死定了。林星，我赋予你这个轻浮的戒指，那你现在你是一个轻浮的女人。那我分一半的见识给灵星。哦，好。如果你会用的话，你就偶尔用一下。好啦，差不多了。沼泽应该是第一个。哎，有女巫！女巫，我是讨厌女巫了。我在他喷之前就把他射死了。你恐怕？我在他喷之前就把他射死。听起来好奇怪哦。对啊，是不是气球那边？所以要绕过去，对不对？嗯，哇，好远，好远呢，冲哦！然后这时候就要配上旁白说：“勇者一行人一开始就先在这座岛上迷路了。”来，一号房了，航客。哦，有，丢了。204在吗？204在吗？有在吗？那个沼泽204号房的那个客人，接下来沼泽608的在吗？啊，不在，好吧，那我们酒吧不在。我可以杀兔子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哦、好了，算了，还是不要杀好了。如果范今天有在看的话，我会被打爆。那我们一人站一个角，先一个人去吗？不是啊，我们要一起啊，不然我们录影片。好，不然我是不是？我是说一次传一个，不然会传不过去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怕，我怕会那个。对啊，先去。哎，汪汪，不要敲碎它。刚刚汪吓死我了。他刚才把他敲爆，我走了。剑敲爆，大家再见。我要去沼泽了。我要去沼泽204号房了。他去204，好，他去了。哎，天使墓园墓，哎，他的木头是天使墓，白白的。哎，我看到那边有一个在燃烧的，看起来像神殿的地方。先不要进去的话，我觉得那地方，哎，这该不会是地牢吧？那个啊，所谓的地牢。哎，我踩到了。为什么？可是没过去。可是为什么是我过去？把灵星穿过去。真的吗？好了，没事了。有了。进来。为什么我踩都不是我过去？我刚踩了三下，全部都是我们过去。过去。八七耶！等一下，黑羽不要按。我们黑羽不要让黑羽按。我要出去，我不要理黑羽。黑羽超美。哎哎，我哎要晚上嘞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应该在地牢里待着？哪里有惊喜礼包？那个高塔像瞭望台的那个，哦，好暗，拿火把。哎呦，好高！哎，底下是不是有房子？它那个火堆好可爱，火堆真的好可爱啊！对，好可爱。等一下哦，你们在哪？我会打爆，然后突然就出现很多很可怕的怪物。我们对啊，有可能。我们不能做一个火塞把它推下来吗？等一下，很麻烦呢。火把打爆了，哎，它打爆了。啊！这是什么火烂？哦，不是，是石巨人啊！在游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在哪？我可以推他吗？不要推他了，你可怜啊！石巨人，石巨人，这下面有箱子，下面还有那个水井下面有一个箱子，然后那个箱子里面有时空精药、奇妙种子、秘密宝玉、祝福宝石，然后我被打了。那火盔可以带回家吗？不行，它其实是很多盔甲架。哦，对，他就是盔甲侠。我知道那个有之前好像有教过，就是有谁有教？哈基，哈基哈雕，我什么鬼？
可以不要，我要跟他继续，他会笑，然后笑得很猥亵，然后你会觉得很委屈。真的，欸、他笑声比较让我们。我导师，对啊，不要挖矿了，是要来探险啊。不是啊，就是有矿就挖。你身上身上穿着铁装，你还在那边。哇塞！哎，对对，表弟姐，幼稚，好幼稚，才幼稚！你在那边准备什么？那我们现在要往哪边出发？为什么一直听到有那个，就是爆炸爆炸声？你们谁在战斗？我在上面被砸了。哦，放、哦、好哎、欸，可是我们要怎么去啊？下面还有一只骷髅弓箭手。啊，我找到你们了，好累。需要零星，零星零星，骷髅弓箭手前面那里，前面那里，前面那里。哟。中，他跑掉了，他跑掉了。啊！别跑！再来，再来。哎、欸，断线！我刚断线，所以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嗝屁了。还是我们要下去了吗？超恐怖的这里。直接下去，直接下去。真的假的？啊！我还以为我要射到汪汪了。还好不会。我有在上面狙击。哇，超那个、啊。主火把。对啊。是怪物太多，还是这里怪物超多的、啊？房子里面有装备可以穿一下。你们还有谁需要装备的？我想要一个小据点，你们觉得在哪里比较好？我们觉得刚不是有家，他这边有一栋房子，里面全部都是药水，你们要不要来看？我看到灵血，我看到灵血，糟糕！讲红灵是奇怪的生物一样，在那边就是说什么那种没礼貌的话，还打我，看我用一个团队技术。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四人小队的乐土二系列第三集，现在又到了我们片尾的感谢时间。本次的分享者共计65人，有些人依然未设定成公开，因此汪汪只看得到48人。分享时请务必设定成公开，汪汪才看得到哟。那我们本日中奖的5位幸运儿有11楼的王玉婷，然后也感谢王玉婷顺便帮汪汪分享了我的红石小教学系列。16楼的飞翼先生，然后特别感谢飞翼的分享，还打了一个耶在文章里面。17楼的黄博文，然后黄博文说让黑羽拿到了魔书感觉就爆了一半呢。我们还可以偷偷地告诉你，黑羽在第4集的时候还把魔书丢出去了呢。25楼的黄平汉，然后黄平汉还跟汪汪说，汪汪你辛苦了，然后还希望汪汪可以唱一首喵电感应，快来喵喵喵喵喵喵电感应。对啊，32楼的张佳琪，那张佳琪还说黑羽别乱骂脏脏了。黑羽你看看你，感谢你们5位的分享。想要在汪影片中出现的观众朋友们，可以到 YouTube 影片正下方的说明寻找 Facebook 文章分享快捷键，将汪影片分享出去，你可能就是下一位幸运观众哟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